买菜归来。一斤黄瓜多少钱呀？啊，2.8呀？买的是便宜的吗？啊，买多少钱一斤呢？啊，从摊上淘的呀。行，把菜拿回家摘去啊。嗯，今儿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？啊，买处理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快点，咦，呀，那是买便宜的了吗？啊，来，拿出来看看，拿出来看看，九折了。啊，有烂的吗？啊，全都是烂的。九折不要，再减五折，再打五折。烂的。啊。啊。来，行。好，好了，关了啊。小鱼。耶，一下一个，呵，真好，呀呀呀呀，好孩子。